星期禮現在正式開始。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，奏唱國歌。香港已回归祖国怀抱27年，走上由治及兴的新旅程。过去27年，凭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，香港在各个领域都取得显著的成就。即使面对种种的挑战，在国家作为后盾以及市民奋力不懈之下，香港都能够克服难关。因此我们相信，在國家的大力推動底下，我們香港人的努力底下，經濟一定是會穩步發展。再一次感謝各位的出席，祝願我們的國家繁榮富強，我們香港亦都是繁榮穩定。在座各位的朋友，我們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，多謝各位。